Thank you.
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收场。请你冷静一下好吗？你要那样做的话，我将会颜面扫地的。有什么事我们好好商量行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可商量的，现在离夜里12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要是看不到钱，那就别怪我绝情了。小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做个好老婆，等结婚之后我给你生儿子。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们彻底结束了，你赶紧去筹钱，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凡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小敏急匆匆地回了家，没办法，只能跟父母实话说了。父母赶紧联系小凡，想看看事情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小凡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如果你明天取消婚礼，不光我们没脸，你爸妈肯定也没脸了，你就当为了我们做父母的退一步吧。阿姨，这种事对于我来说真的退不了步，我哪怕让父母没面子，我也不想心里带着疙瘩过日子，这种事对于男人来说真的太难堪了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。请你把彩礼钱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加起来一共是46万，我一会把视频发给你，你看完如果还是不退钱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小凡挂了电话就给小敏妈发去了视频，小敏的父母看了视频之后觉得小敏错得太离谱了，所以只能把钱退回去了。